合肥镇长候选人陈文彬提出集团城市乐活合肥的政策，主张串联南镇镇平镇社区，建置南合肥自行车弄道，嘛甲个候选人做伙骑着铁马宣传建设的蓝图。几排 U bike 停伫合肥镇长候选人陈文彬的竞选总部门卡口，每一台铁马拢挂有竞选标语，吸引袂少过路民众的注意。咱个专工去招 U bike 的来。合肥镇长候选人陈文彬提出低碳城市乐活和美政见，主张串联南镇镇平的社区，打造一条南合肥的自行车弄道。低碳城市乐活和美，低碳城市乐活和美。这几年来吼，在社区龙川社区弄这料真好，而且呢，当地有很多的在地的农村特色，以及这些宫庙的文化吼。打造一条蓝美自行车廊道，把和美的品牌打造出去，然后呢，让大家对和美有更深的印象。透过这个和美哈，透过和美的这个自行车廊道来认识我们南和美的这几个社区总体营造，包括老人的这个长照，然后呢，认识这些市民农场，认识这些宫庙南美，哦，就是我们南和美的这些宫庙文化。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南和美的传统产业，用比较休闲、比较这个娱乐的方式，然后来认识和美。该奉和美，还给县民。该奉和美，还给县民。该奉和美，还给县民。陈文彬邀集和美区各级候选人，甲伊做伙骑铁马，宣传这项自行车弄道的建设蓝图，祝愿进前的发声，互相加油。希望所有候选人团结做伙，旗开得胜，拼一场水快选战。改变和美，还给县民。改变和美，还给县民。改变和美，还给县民。中华新闻叶宏武和美彩虹报道。